虚弱、受寒、食伤、忧思恼怒、血瘀，导致胃气郁滞引起。临床可分五行：脾胃虚寒型。病人胃脘隐痛多年，近日因吃冷饮，胃痛又作，吐清水、酸水。胃脘部喜暖喜暗，苔薄白，脉沉弦。 X 线造影诊断为胃溃疡。治疗一组：脾腧、脾脏背腧、胃腧、胃腑背腧、足三里、胃经和穴；二组：中脘、胃腑募穴、公孙、脾经络穴加胃腧。两组处方交替使用，可温补脾胃，散寒止痛。先刺双侧脾腧、胃腧，各捻转补法一分钟后出针。定好酒架，用药调温和酒脾腧、胃腧20分钟。足三里用捻转补法，得气后留针，并每隔5分钟同时运针一次。胃痛止后再留针15分钟，以巩固疗效。忌吃冷饮瓜果。肝气犯胃型，病人因恼怒抑郁，肝气犯胃，胃湿合降，脘肋胀痛症作，伴嗳气恶心。脉沉弦，苔薄淡黄，胃脘部按之不舒。治疗一组：奇门、肝脏募穴、太冲、肝经原穴加中脘。二组：肝腧为肝脏背腧，配中脘足三里。两组交替使用，可疏肝理气，和胃止痛。先斜刺右侧奇门，
转戏法半分钟出真。四中脘穴，用平补平戏法留真。再次太冲，捻转戏法留真。然后每隔五分钟捻转一次，痛止后再留针15分钟出针。如胃痛不止，加刺耳穴、胃、神门。中强刺激捻转1分钟，间歇动留针30分钟。三，饮食机制型。病人因饮食不节而致胃脘胀痛、呕恶、脉弦实、苔黄腻、脘部胀满悸暗。治疗一组：中脘、足三里、公孙。二组：梁门、胃经腧穴、腱里、任脉在胃脘部的腧穴加足三里，两组穴位交替使用，可消积导滞和胃止痛。中脘穴向齐横刺，用呼吸泻法留针。直刺足三里，公孙，捻转泻法留针。各穴轮流捻针，痛止后再留针15分钟，每天治疗1到2次。四，血瘀气滞型。病人患溃疡病多年，既因溃疡出血致胃腑血瘀作痛，大便如柏油色，潜血试验强阳性，脉沉细涩，舌质紫暗，苔薄，脘部深暗时疼痛巨暗，痛位固定不移。治疗一组：膈腧、血之会穴、血海、脾经腧穴加肝腧、脾腧、足三里，另配耳穴、肝、胃、小肠。治疗二组：三阴交为肝、脾、肾三经会穴加肝腧、脾腧、足三里，耳穴、脾、胃两组穴位交替使用，可活血去瘀、行气止痛。先斜刺膈腧、肝腧、脾腧，平补平泻法1分钟后，做间歇动留针10分钟。刺血海、足三里、太冲，均采用平补平泻法，间歇动留针15分钟。用耳穴探测仪探准肝、胃、小肠点后，用胶布贴上王不留行籽儿，捏压2分钟。病人可自行捏压，每天3次，以中强刺激为度。治疗期间，宜禁流质或半流质，禁吃粗糙而硬的食物，即酒、辣和过烫的食物。胃阴亏虚型，病人患
胃病已十余年，因阴液亏耗而致胃阴亏虚，胃部隐痛灼热，脉承细数，舌质红，中部红光无苔。治疗一组肝术胃术三阴交。治疗二组太溪为肾经原穴，配膈术中脘足三里，两组交替使用，可滋阴补虚，养胃止痛。先刺肝术胃术，捻转补法半分钟后出针。再次三阴交，捻转补法，留针15分钟后出针，隔天治疗一次，8次为一疗程。宜吃软食，如粥、软饭、面食等，禁吃酒、辣、粗糙、过烫、过冷等刺激性食物。呕吐。呕吐是指吐出腐酸食物，多因饮食失节、情志抑郁、脾不健运导致胃气上逆引起。临床可分三型：饮食失节型，病人饮食不节，起胃湿和降，呕吐酸臭食物，脉滑硕，苔黄厚腻。治疗：旋肌下脘为任脉在胸脘部的腧穴，内关公孙为八脉交汇穴，加足三里，可消积导滞和胃止吐。先横刺旋肌下脘，平补平泻半分钟后出针。再刺内关足三里公孙，得气后间歇动流针20分钟。一天治疗1到2次，痊愈维度。忌生冷瓜果、鱼肉油腻食物，宜吃稀饭等半流质清洁素食。肝气犯胃型，病人因恼怒伤肝，郁而犯胃，致胃气上逆，呕吐酸苦水，脘胀不舒，脉弦，苔薄黄。 X 线造影诊断为幽门痉挛。治疗：肝术为肝脏背术，太冲为肝经原穴，配足三里，可疏肝和胃止吐。先刺肝术，平补平泻法1分钟后出针。刺足三里，平补平泻法。
太冲穴用提插泻法，得气后留针，间歇动留针20分钟，每天1到3次，治愈维度，保持心情舒畅，避免恼怒。脾胃虚弱型病人，脾胃素弱，不慎多吃冷食油腻，致胃湿合降，呕吐素食，身体虚弱无力，脉软弱，胎薄白腻。治疗，脾术为脾脏背术，配内关足3里，可健胃温中止吐。先刺脾术，捻转补法1分钟后出针。10分钟，再次内关足3里，捻转补法。间歇动留针15分钟，每天治1次，6次为一疗程。治疗期间忌生冷瓜果、团子、肥肉等不易消化的食物，应吃一些粥、面条等易消化食物。泻泻，泻泻俗称拉肚子，主要由于湿邪所盛和脾胃功能障碍引起，临床有急慢性2种，共4个型。急性泻泻，寒湿型，病人因饮食不节，又受寒邪，患急性寒泻，腹痛肠鸣，大便清晰，次数增多，脉沉迟，舌淡苔白。治疗，天枢、大肠募穴、阴陵泉、脾经合穴、上巨虚、大肠经下合穴，本方可温中行气，利湿止泻。取仰卧位，先隔姜酒天枢穴3壮，同时针刺阴陵泉、上巨虚、提插，结合捻转泻法，得气后均间歇动留针20分钟。一天治疗2次，痊愈维度。宜吃半流质素菜，勿吃生冷油腻食品。湿热型，病人因饮食不节，又受暑邪，患急性热泻，腹痛，大便稀薄热臭，脉滑硕，苔黄腻。治疗，取合谷、大肠经原穴、内庭、胃经行穴，加天枢、阴陵泉、上巨虚，可清热利湿止泻。先刺天枢、合谷，
捻转戏法半分钟，再次阴陵泉上巨虚内庭捻转提插戏法，间歇动流针30分钟，一天治疗2到3次。宜吃半流质薄粥蔬菜，即姜椒瓜果鱼肉。慢性泄泻，脾虚型，病人脾胃素虚，失于健运，大便溏薄，每日3到4次，腹胀纳少，脉软无力，舌胖苔白。治疗一组：脾腧、脾脏背腧、大肠腧、大肠背腧加气海腧。二组：中脘、胃腑募穴加天枢、气海、足三里。两组穴位交替使用，可健脾补气止泻。先刺脾腧，捻转提插补法半分钟出针，再刺气海腧、大肠腧，捻转提插半分钟出针。在脾腧、气海腧隔药柄酒各3壮，每天或隔天治疗一次，10次为一疗程。忌吃生冷不洁食物，肾虚型，病人肾阳虚衰，腹痛，五更泄泻，胃寒，舌淡苔白，脉承细弱。治疗一组：一门、督脉经穴、肾腧、肾脏背腧加气海腧；二组：太溪、肾经原穴加天枢、气海，两组交替使用，可温补肾阳，益气止泻。采用太乙神针灸法，注意温度，太烫时可用布盖住穴位，每次温灸15分钟，每天或隔天一次，10次为一疗程。注意保暖，勿吃生冷不洁食物。排便困难或48小时以上不大便者称为便秘，多因气机郁滞、气血亏虚、阴寒凝滞等使大肠传导失常所致。气机郁滞型，病人大便3到4天一次，嗳气、腹胀痛、脉弦、胎薄腻。治疗：气海腧善于调气，大肠腧、大肠背腧、上巨虚、大肠经下合穴，针刺泻法可顺气导致通便。
直刺气海术、大肠术、捻转提叉泻法，一分钟后出针。再次上巨蜥，提叉捻转泻法，留针20分钟后出针，每天一次，10次为一疗程。气血亏虚型，病人便秘伴头晕、心悸、面色无华、脉沉细、舌淡苔薄。治疗：脾术、脾之背术、天枢、大肠募穴、足三里、胃经合穴加大肠术。针用补法可补脾生血、益气通便。直刺脾术、大肠术、捻转提叉补法2分钟后出针。直刺天枢、足三里，捻转补法1/2分钟，留针15分钟，每天一次，8次为一疗程。阴寒凝滞型，病人怕冷，不冷而痛，大便难下，脉沉迟，舌淡苔白润。治疗：取刺疗，足阳明经穴加大肠术，针用补法或温灸，可温阳散寒、消凝通便。直刺大肠术，刺疗，提叉补法1/2分钟。温针3壮，每天一次，10次为一疗程。便秘病人需多吃蔬菜瓜果，进行适当的户外活动，养成每天排便的习惯。消渴，消渴是以多饮、多食、多尿、消瘦、尿糖阳性、血糖偏高为特征的疾病，又称糖尿病，应与尿崩症、神经性多尿做鉴别。临床可分3型：上消，病人以烦渴多饮为主，兼多食多尿，尿糖2+，血糖142毫克。脉红硕，舌红而光。治疗：心术，心之背术、胰术是治疗消渴的主穴。鱼际为肺经行穴，连泉任脉经穴，诸穴合用可清心润肺、养阴生津。斜刺背术，心术用捻转泻法，胰术用平补平泻法，均捻转1/2分钟后出针。连泉穴用平补平泻法1/2分钟后出针。
鱼际用捻转泻法隔气后留针十分钟，每天或隔天治疗一次，十次为一疗程。中消，中消病人以食欲大增、消谷善饥为特征，兼多饮多尿，尿糖两个加。脉滑数，开黄燥。治疗：脾数、脾脏背数、合谷、大肠经元穴、内庭、内经行穴加一数，诸穴合用可清胃调脾、泻火止渴。先刺一数、脾数，用平补平泻法，一分钟后出针。刺双侧合谷内庭，捻转泻法，间泻动流针，20分钟后出针。每天或隔天治疗一次，十次为一疗程。下消。病人可见小便平数，量多而稠，头晕，视力模糊，多饮善饥，腰酸，尿糖三个加，血糖270毫克，脉细数，舌质红。治疗：选肾数、肾脏背数、太溪、肾经原穴加一数，诸穴合用可清肝益肾、育阴止渴。先刺一数，平补平泻法半分钟，留针。肾数用拧转补法一分钟，留针。刺太溪，捻转补法一分钟，均间歇动流针20分钟后出针。每天或隔天治疗一次，十次为一疗程。本病应重视饮食调理，多吃粗粮蔬菜，节制肥腻甜食，禁止酗酒。阳痿，阳痿是男性阴茎不能勃起或勃起不坚，常见于性神经衰弱、前列腺炎等病，肾阳虚衰型。病人因思虑劳倦、房事不节，致肾阳虚衰、阳事不举、头晕、耳鸣、怕冷、腰腿酸软、脉沉细、舌淡少苔。治疗一组：命门为肾阳所依，配肾术上疗。二组：关元为任脉与足三阴之会，大贺、肾经腧穴、三阴交、足三阴经之会穴，二方交替使用，可补肾壮阳。命门、肾腧、上髎均采用直刺法、捻转补法、留针。施温针灸两状。每天或隔天治疗一次，15次为一疗程。
疗期间应停止房事，清心寡欲。遗精，凡不在性交时精液泄出，均称遗精。因梦而精出，称梦遗；无梦而精出，称华精。梦遗，病人常在睡梦中射精，头晕耳鸣，腰酸乏力，脉细数，舌质红，胎少。治疗一组，心数、肾数是心肾之倍数，治室又名精宫，可以固精。太溪为肾经原穴。二组，关元、任脉与肾经相会，大壑为肾经腧穴，神门、太溪为心肾二经的原穴。二组交替使用，可清心补肾固精。心术向脊柱斜刺，捻转戏法一分钟即出针。治室、肾术、太溪均采用直刺，提插结合捻转补法半分钟后，留针二十分钟。每天或隔天治疗一次，八次为一疗程。华精，患者清醒时精液自行流出，神疲乏力，心悸，阳痿，脉沉细弱，舌质淡。治疗一组，命门腰阳关为腰部督脉腧穴，腰为肾之府，配肾腧、治室、太溪。二组，气海为任脉经穴，三阴交为足三阴之会穴，配用关元、大壑、太溪，两组交替使用，可补肾固精。肾腧、阳关、太溪均采用直刺、捻转结合提插补法半分钟，并留针。命门治室用药调温和酒二十分钟，久必出针。每天或隔天治疗一次，十次为一疗程。注意精神调养，清心寡欲，静看淫书，静守淫房事等。戒烟酒、咖啡等食物。龙臂，因膀胱、尿道器质性和功能性病变、肾功能衰退、前列腺疾病等而引起排尿困难、尿闭症状者，称为龙闭，可分三型：肾气不足型、B
病人突然下肢不能站立，排尿无力，小便闭，需导尿。脉细弱，舌淡，苔薄白。治疗：三焦术、三焦背术、肾术、肾脏背术、中极、膀胱募穴、三阴交、肾、脾、肝、三经交汇穴、太溪、肾经原穴。本方可补益肾气，开闭利尿。俯卧位，先刺三焦术，捻转补法，一分钟出针。肾术温和灸30分钟。改仰卧位，刺中极、三阴交、太溪，平补平泻30分钟。间歇动流针30分钟，一天至2到3次。湿热下注行，病人小便点滴不畅，尿痛，鼻超诊断慢性前列腺炎，舌质红，苔黄腻。治疗：刺疗白环术、膀胱经底部腧穴、阴陵泉、脾经合穴，加肾术、中极、三阴交。有清热利湿、通脓利尿的作用。俯卧位，先刺肾术，次疗白环术，提插结合捻转泻法1分钟，留20分钟。仰卧位，刺中极、阴陵泉、三阴交，提插结合捻转泻法30分钟。间歇动流针15分钟，每天1到2次。手术外伤型，病人治疗手术后排尿困难，脉细弱，苔腻。治疗：太溪、肾经原穴加刺疗中极、三阴交，可调理膀胱气机。刺中极，平补平泻法。刺三阴交、太溪，均施平补平泻手法，间歇动流针20分钟。俯卧，用激光针刺次疗20分钟，每天至1到2次。